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收看本期的视频。今天随机视频吧，给大家开一个比较有趣一点的箱子。我们到达这个叫什么地方？这个三角洲的旁边，这个河边的这个传送点，这个也没有个具体的地名。出来之后，我们是在这个玄武龟的头上的。出来之后，我们会直接站在这里。箱子在哪呢？这个箱子我们必须切换一个岩主啊，对。岩属性的主角，没有他我们还打不开。掏出它，对着这个玄武的头来一个投敌按摩，嘿嘿，又出来一个箱子，是不是感觉很神奇啊？这是米哈游用心藏的箱子之一啊，非常的有趣，大家没有开的可以去开一下。好了，咱们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各位。